谢谢主席哦，还有各位同仁、部长、各位政府官员、媒体朋友、公众人，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们先请民安局的尹局长。请民航局尹局长。哎，喂，好。局长，我想啊，这个直接跟你对话了哈，部长休息一下。我在这里面看到哈，你这个民航局有这个培训这个民航人才嘛哈，民航局怎么样培养这个民航人才？现在的大概我们现在目前的都集中在政府在培养民航人才，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或在我们国内有培养这种民航的人才，有没有？大概是怎么样情形？跟我们报告，我们大概是有几个方面的人员哈，是。需要有一个培养跟训练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航管人员，那航管的话，它是第一个，它是经过国家考试，考试进来之后呢，它还要有训练啊，还有实物去模拟。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训练所啊，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那另外就是民间的部分哈，民间的部分，它对于驾驶员的部分，他们会自己有一套制度。那我们就是在发证的部分哈，我们会跟他们的这个训练哈有一些结合。那最主要的这个部分大概就是驾驶跟航管。那当然我们局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对机场场面的管理还有一些技术规范的这种去做一个研习这个我们的民航训练所也有在做这方面的人要才。局长，我是要请问你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飞机的驾驶员政府有在培养这样的一个驾驶我员，都们是在政民府部间门没有，都在民间嘛，对就不对？我民航局没有啦，那空军有啦。空军那个驾驶不一样啊，那战斗机是。不一样啊，它飞的就是左右偏的这种情形啊，不像我们做这个波音的是很安稳的它是战斗。所以当然我想以前早期都是空军转过来的所以我上次也讲过从空军转过来当时的开这个民航机都像开战斗机一样这个人坐起来很不安心那现在已经是改了嘛。那这我们现在不讲这个空军是讲说一般这个我们的驾驶员是不是都是由这个国内有这个民间在培训，或者是说都必须要到国外去这有个都有培训？都有那都这有个到最后这种这个证件是由民航局来发吗？对，或者国是籍的部分就是需要我们发证。那你们怎么样去考察说他可不可以？我们有发证，有一套这程个序？标准跟法规跟程序都有。也就是他去别的地方就是把这个驾驶的这个全部的过程都学会了，但是他要发照还是由民航局来发照。那民航局发照的时候，根据一般的程序结束以后合格以后才可以发给他，对不对？是。那这个在我们现在目前大概一年有培训多少的这种驾驶员？这个每一年都不太一致的那大致上大概每一年大概有一百多位。100多位。那我们这个在目前来讲，就航空界来看的话，会不会像我们以前现在目前的这个流浪教师一样？不会啊，那个驾驶员很抢手啊，现在。现在这个水涨船高啊，很抢手。但是还是有的没有办法进去吧。没有办法进去，那可能在过程当中他被刷掉了。那只要是他拿到证照，那个都是航空公司都抢着要。现在都抢着要。对。那不像这个我们教育界的流浪教师一大堆当时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老师都是由师范体系嘛来培养的嘛。后来我们认为说不管是老师也好，警察也好，军方也好，都应该有其他不同的系统的进去他才会有这种有一种互动的情况产生不同的一种量能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想到，现在目前这个其他的这个学校都有师资训练班嘛，造成现在的流浪教师一大堆怨声载道的这种这个情形那我想，假如说这个民航这种驾驶员训练以后我想民航驾驶员要训练一个出来，恐怕要花很多钱有好几百万。好几百万对。那这个高级人才嘞，对，他可能那薪水比较高了这个难免的那我想这个我只是担心说因为驾驶，假如说我们一直在培养那我们现在航空的这种这个发展假如没有办法使这些人能够
有这个机会哈、哦、去就职的话，那就变成我们流浪的驾驶员就一大堆了。我是比较担忧这种情形。那现在机长说没有，那就非常好，我们还是可以很放心的去培训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嘛，对不对？是。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啊驾驶民航的驾驶的这种情形哈、哦。第二个，这个机长，我请问你，我看到你这边有讲到有关于这种这个在一般建职跟这个受备里面哈、哦。你说这个较上年度法定预算减列58万6千元，主要是上年度办理首长做出代换，预算也以这个边境本项目如数减列，这个是什么意思？哦，就是去今年哈、哦、有买一部公务车啊、哦、那所以明年的预算就没有这个项目了哈、哦、因为公务车8年才代换嘛，所以就是这个项目是减列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本来是有编列是吧？对对，去年我们送预算的时候是有58万嘛，那今年没有58万的，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你转公务车哦，这个是首长坐车、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局长的坐车了。局长坐车啊，你们现在民航局有多少辆的这个公务车？公务车有没有？不多。有没有这个局本部？现在就是说民航局哈、哦，所以说局长有这个坐车。这个只有局长有，只有局长嘛，哈，对，其他的都用派的嘛，对对对对，哦，对，那大概有多少辆你不晓得？有几辆？有没有超出这个需求啊？因为这里面哈、哦，就是有一些是这个客货车啊，九人座的。现在也没有说这个车主啊在那边没有在使用的，或者是说很少使用的这种情形。我们如果没有需要的哈，而且已经超过年限，我们就报废了啦，就把它报废。不过现在目前，假如说你把它报废掉哈，你以后这种这个就好像有的时候不能再买啊。是，现在是不能再买。所以很多的机关啊，都7、8年还在开啊，这种情形嘛，迫不得已啊。所以他就不报废啊，有的他保管得很好嘛，对不对？对。那没有关系啦，因为这个假如说公务上有14、15辆左右，公务上有需要，我们都是赞成的哈。不像我们以前在很多场合里面，我们对说我们立法院的每一个立法委员都要用派的呢，啊，不见得说他可以派多少车啊这种情形哈。那你这个考试院啊，这个监察院啊，或者是什么都他们都一个人都一头坐车啊。我想这个有时候太胡编的这种情形了，我们陆陆续续对这种这个监察院跟考试院哦，到底要不要一个委员呢、啊？要一辆车子哈、哦？我不晓得说哦，这个一个委员要一辆车子，他不知道在做什么，不晓得。他是从家里开到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又开回去，那个书记不知道做什么，不晓得了哈、哦。我们以前都对这个比较在注意的，我们会陆续来看哈、哦。我个人的意思说。有需要，我们绝对是会同意这样的情形，但是没有的这种情况之下，哈，我们就是说不应该有的，我们就要把它慢慢的把它从这个删掉，因为一辆车是要养一个司机啊，还有很多情形，不是说只有一辆车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我想机长哦，应该是不会有这样情形了，有的话，假如够多的话，我们慢慢把它消化掉，好不好？是，好，好，那这个机长。这个绿岛哈、哦，很多人去旅游嘛，对不对？绿岛是。那绿岛这个客机很小啊，大概都9人座的、8人座的。19人座。19人座的。多尼尔的。哦，那这个啊、哦，因为有人跟我讲了、啊，说哈、哦，绿岛去以后啊、哦，因为海浪的关系啊，他没有办法回来。那结果啊，他要怎么办？要想要坐飞机啊？对不对？回去可以飞嘛？那回去可以飞，他又19个人嘛？那19个人一对去就是30几个人呐、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回来啊！他们的意思说，不是在这个、怪什么，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哈、哦？因为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帮他们回来，他要回来有事情要做，有意见要做啊，结果没有办法去坐飞机回来，船不能开，没有办法去坐回来。他们只是说有没有说，假如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能够有飞机去把它载回来，可不可以？这样子哈、哦，那个如果说飞机比较小，那个
能在的人数有限，但是如果有紧急需要哈，我们通常的做法是这样子，就是跟地方政府哈有一个这个协调了哈，看哪些人是需要最优先的哈，比如说有的人因为要看病啊，要什么的，一定要先离开。对，这个航空公司跟县政府之间是有一个协议的，他们会处理这部分的。这个是说哈比较急迫的嘛。对对对。那我所讲这个急迫以外啊，有的人虽然不是很急迫，他也想回来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就预定到那边两三天嘛，就回来了嘛。对。那有没有办法说可以再派一个飞机去？这样子啦，如果说哈有。天气情况许可，然后一班不够，然后第二班也可以满载的话，哈，我想航空公司是愿意来加班的。对，我想这个是跟他们哦协调一下，是高高兴兴的出去，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嘛，哈，是啊，满腹牢骚回来就不好，所以当然这不是怪谁了，是说有没有办法啊？因为是遇到这个不可抗力的嘛，哈，那我们希望说机长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讲，是能够给他们回来啊，不然他有小孩子啦，要干什么啦？虽然不很急迫。但是他不能回来也是很糟糕，好不好？了解。好、哦，协调一下了，就是不是说谁了，因为就是说去的时候，当然他说我两天要回来，结果不能回来，好不好？哈、哦。是。哎，因为这个你不是很远呐、啊，哦，这个绿岛跟我们台湾很近嘛，对不对？好、哦，好，那另外机长，这个松山机场跟桃园机场哦，其实跟是这个记录哈、哦，航空的这个收入哦，其实。在外国来讲的飞航空的这种这个收入，飞航的收入啊，商业化的这个收入哈、啊，都比这个航空的这个收入要多啊。比如说它占了60%啊，那我们现在目前啊，只有松山机场只有30%，桃园，我想桃园的更少、啊，这个有没有办法提升啊？跟委员报告，那个统计数字跟我们的好像不大一样，我们的数字是。松山也好，桃园、高雄也好，都是超过50%。50%，哎，都超过了。那我们预算中心都是乱讲的、啊。哎，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分类的。是我要去问他、啊，给我们的资料是错的、啊，对不对？有好有最好了，但我想是希望能够比这个航空的收入还多了。是是。因为这个现在是商业化嘛，尤其以后这个桃园，它本身就是一个 mall 的那种这个大的一种这个城市在那边嘛，可以购物啊，干什么都可以嘛。所以我们想哈、哦，这个松山跟这个桃园呢、啊，应该从这方面。大力的去走手了，好不好？是，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这里面的，比如说现在纤维人都进去了嘛，他很多在那边去都会消费什么，不会像以前很贵啊，很贵那些哎呦买咯，嘿，分你机场贵到要死，连买我最好好好吃都，哦，所以这个改善应该是可以改善嘛，哈、哦，是，好不好？这个希望说哈、哦，能够给机长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啦，希望这个商业化的这个收入要比这个航空收入要多了。是，谢谢委员指教。哦，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哦，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指教。